被带来了这家玩具店。是要买玩具给我吗？原来是一班长啊！直接破梗了。不给了，然后帮我打完。哦，算了。一番赏，猫咪老师有没有在里面呢？就来看看。F， 加，哎 ，G， G， 差不多就加嘛。加 ，D， 哎、欸，越来越好了。哦，哎、欸，哦，有 D 了，有 D 了，是好的开始。F。讲是第一次，哇！我们现在还差 B 跟 C 哦。G G G C F 好吗？这 F 好啊，你们很冷静哦，看一下你们脸。最后一张 Last Door Last Door F 好吗？好，好啦，可以可以可以。我觉得没有没有没有遗憾哦，对，没有遗憾，没有亏待你。这是头号误差。A 是最后一张 ，A 是吧 ？A 是最后一张。呜，我们把最后一张哇 ，D 也是最后一张 ，D 也是哇，这是毯子吗？对。哇，冬天。D 是毛毯哦。最后一个都带走，谢谢老板。好了，接下来挑玩具。今天一番赏算是成功。我们主要想要抽 A B C D， 然后把 A 跟 D 的最后一个都包到了我们的手中的袋子里头了，很开心。猫咪老师陪我睡觉喽。对，我们这一次的一番赏大成功。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按个喜欢，然后记得订阅我哦，在下方的位置。那么下支 Vlog 再见啦，大家拜拜。